恩，能够在咱来感谢上帝，留咱的话命，通予咱来遮来调见伊的面，即阵请咱搁一届进来祈祷。因为你的稳定，因为你的疼，阮通有一款的福气，来到伫你的面前敬拜阿罗哩。愿阮一直学习倾吊伫你，愿谦卑来倾吊伫你，愿来仰望，继续仰望上帝你的疼。你的信心要充满伫阮。我伫你面前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伫顶礼拜去到伫用诗十一篇，讲起那就代因为犯行奸淫的罪，然后迄个心的艰苦，下巴底下悔改认罪，那么用着亚利米三十一章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讲起到。这个新的药刻在咱达人的心内，因为安尼，咱定心底下看见上帝的拯救。牧师底下再三在咱提醒，常常在咱的生活中间，咱有时做几无久了，就是咱来到教会，咱了解讲，我就是爱做什么款的好的事，通啊甲上帝换，上帝听甲稳，其实。现在有圣经一直在咱提醒，就是讲，伫咱一个咱的主，咱的上帝，已经听咱告诫，耶稣基督已经为着咱的牺牲伊的性命。所以今仔咱的行为，咱来好好的所行，是来回应上帝的听，回应上帝的拯救，唔是咱用咱的好的行为。咱做 credit， 咱来换上帝对咱的拯救，只是不敢看这个，用弄个当好咱有真的这个时刻。今日咱所读个圣经节，今日是张秋主日。所以今天所读的圣经在《马可福音》书里面，伫遮一开始有讲到讲，这耶稣基督啊真光荣来进入耶路撒冷。啊，咱一般人对这个张秋主日的印象是啥？会因对爱在主日准备在张秋在休啊，而且张秋的休啊是伫《约翰福音》书上有记载。啊！下三本的福音书里面，并因大家讲，我的手机来，所以呢，朋友大家拿张手机安尼入来，然后画上，何山呐、啊，何山呐、啊，好、哦，唔跟归的上帝。我想这是咱大部分的印象是安尼。对，今日开始，咱就进入受难周。在这中间，我牧师爱咱大家来想，就亲像伫顶礼拜，讲常常咱的想法是安尼，但事实上圣经给咱的教示，并唔是这款情形的时阵，咱的好的行为，上帝甲拯救的应该有的回应，唔是咱的 credit。安尼，咱去重新来看漳州时阵，兼在伫这中间有一个。落差这 difference 的时阵，你发觉讲这中间有意思，当特别咱去反省的。在耶稣要进入，用沙铺的涂骹，樟树的这啊，这代表啥？你今天无做法，还是伫当时，遮个动作拢是咧代表因咧欢迎一个军。
这个王要进入耶路撒冷，这对于在何等大的一款的期待，何等大，大家真兴心内真欢喜跳跳，因为王若来，是毋是要带来予咱五万，就是要带予来，予咱咱予人通知，咱予人受人通知即款的情形，要王来要带咱来独立建国。哇！这百姓一个一个愈化大声，但是咱来注意看，伫整个百姓的想法是其他一个君王，一个军事上、伫政治上的君王，总是耶稣伊所行所做，却毋是安尼。耶稣知影伊进入耶路撒冷要做啥？你敢知？要死！如果老人来讲讲，你即马过落去，你就会拄到真歹命运，拄到甚至会拄到迄个大灾难的时阵，你会安怎无？啊，我基督徒啊，无信这，我心阁安怎毛？然后我无定想讲。啊！若无，我就莫去做，吼、哦，莫去做，上较咧。讲我听无听到吼？有人讲你，啊，你拄到什么款的灾难？安尼我乖乖，不是是啦。那某一款的轻松，某一款的这款的，安尼感觉。但是你看，耶稣真当，也预备从啥？当咱看马可福音书第十一章的头前，耶稣连续一届、两届、三届，学生讲：“呾我进入耶路撒冷，人主要予人掠，受这一个苦，然后要伫遐来予人。”哪里？我即款的情形。耶稣伊知影你从啥时阵，所以耶徛来接，伊遐其他是一个徛正面，伊遐就徛讲，咱得过道菜刀来干。会通知者来拼，咱来为着一切的独立建国来拼一下。耶稣有入去耶路撒冷，但是伊却是骑一只代表和平的驴仔，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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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行。耶稣无多想，上帝为着伊所定着迄个命。耶稣在讲，这个苦杯我饮，这个洗礼我领受。因为耶稣知影伊的使命，耶稣伊顺服到底，顺服的上帝为着伊安排到底牺牲性命，啊，就是咱伫菲律宾，死伫遐来完成上帝。咱刚才想讲，耶稣进入耶路撒冷，有时阵是哪像，啊，就拄着啊，啊，或者是就一步一步安尼行，行嘛袂使，行会袂下，这都袂。耶稣爱还去看，去入去这个庄稼内面去看迄只驴仔囝，啊，这学生。迄只新只驴啊，绑伫遐，无人骑过，啊，来看来。这学生就照耶稣的讲法，照耶稣的指示一步，就去，就去。哎，煞真 surprise， 真戆物啊！讲，真正煞发生代志，拢照耶稣伫遐所讲的。但证明就是，安尼要达咱讲啥？这个耶稣唔是。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们不这样走不可以。耶稣是他自己很清楚他所要走，所要面平，而且耶稣好好的做，他事先就在那里准备好那只驴子，在那一步来完成上帝所要爱他做。在群众在那里喊好善啊好善啊，这些并不影响到耶稣基督的决心。那在喊好善啊好善啊，那些愿永远归在至高的上帝要改耶稣的心意。第一193南非的前总统伊在一个叫做 Catholic 一个所在底下来对军军长来演讲，啊，这群军长差不多是因安尼受着这这诶安尼迄个艰苦，受着迫害，所以因底下因真强咧表面讲吼，就是吼，真嘛，若要爱有公义，就是爱甲因拼，将这对敌拢话抬抬死。曼德拉要上台演讲的，有人录一个这张的，拜托的，卖去讲什么款的和平，我已经死，已经吼，已经罢个罪啊！牧师若要讲道的时阵，人也录一个条啊，讲，也是牧师要演讲的时阵，录一个条讲，牧师，哎，这卖讲的时阵。唔知牧师要安怎讲吼？我嘛咧想即个，曼德拉站起嚟，伊底下讲，恁阁用暴力、酷嘅手段，就是无够资格来参加非洲国家联盟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咱就用和平，咱就用和平来互相宽待，咱才有将来。好，因个人吼，拢开始啊，大家已经拢挡袂牢啊。人来讲，就阿伫遐话讲，落台，落台，你无唔知影我的苦，你也唔知影我的兄弟，我会互人杀死。什么我会当做的是同款即款方法来对待因，伊真肯定，伊也是真冷静。我是啊，讲恁的党的领袖，我都要讲。那是一个领袖应该有的态度。基督就曼德拉安尼接军长讲：“你做啥？讲啥？你咧期待啥物？”咱的主，咱的耶稣，做无同款的领袖，伊用伊的行为，用徛迄只代表和平的路啊。伊无伫遐啦，伊清楚伊伫做啥，用安尼互咱看见。群众的期待，甲耶稣伊是做要做的，即中间的落差，即中间的 difference， 会当互咱想到啥物？兄弟们。咱的信仰，咱所信的上帝，咱所信的耶稣，不是咱所想的物件。咱拢听见这个讲法，你看见你去一间百货公司，足水的鞋啊，不问题就是双上细双，迄双鞋啊足水，阿哥阿姐，准备买。啊！你有啥办法？
买来吼，啊，再夹刀啊，搭卡吼，切起安尼好不好？有时阵伫咱的信仰，咱所信的耶稣是咱读家内面所想象的物件，会三。我相信，我认为那上帝神，伊应该爱安尼做，爱安尼做，爱安尼做，安尼才有合理。认为耶稣若要证明伊是上帝的子吼，伊若应做安尼做，安尼做的时阵吼，才得到民心。有时咱信信的上帝所想的迄个生物，我讲迄是宗教，迄毋是信仰。我后尾问讲，到底什么人是上帝？是你，还是耶稣基督是上帝？兄弟姊妹，一滴咱的信仰都亲像遐种的话，好山啊，好山。过几天了后，伫马可福音书十五章，同款类似这人，是，好是，啊，定是个。咱的信仰若停留伫咱，我伫咱家己想象、甲咱的期待的时阵，不是做圣经荷兰的迄款，是就是上帝是至尊，耶稣基督是至尊的时阵。你无法度去体会到耶稣基督讲：“我来要给你丰盛的活命，迄款的滋味，迄款你的信仰是伫你的期待、你的想象的时阵，信仰会活得足痛苦。那，你无有啥物的愿望，你活伫你的理性中间，你的理性无法度拯救你。”你的想象无法度拯救你，无法度享受你丰盛的画面。现在就在耶稣要进耶路撒冷城，伊遐群内面的其中一个，咱嘛咧感谢主、阿罗主，有无？有啊。但是做阿罗主的，做为着我做啥物的时阵，我感谢阿罗主。那主要我做啥，还是不符合我的期待的时候，我的态度是啥？啊，耶稣较疼你，上帝较疼你，都无疼我。有时阵，咱有这款的挣扎无？咱有这款的试探无？有。啊，姊妹，我真期待，咱今仔日进入这个章丘主日的时阵，你是甲这群众斗阵。感谢分享到因的期待，还是你有体会到主耶稣基督的恩无？你有伫遐体会到主耶稣基督迄款为愿意为着人世间人所犯的罪来牺牲性命迄款的恩无？咱今仔，这是一幕。大家人伫遐咧画河山呐、啊，河山呐、啊，阴光规日至关的上。我爱咱伫这个受难酒的时阵，唔呐，咱就听你直播。一个，哎，得住那里呀？伊伫无拍算的中间是。唔是照咱所期待的，真济意外的中间，底下互人当大罪、大罪、迄个大差果、大罪犯，底下互人一直是伫决定。安尼，你个去从第三步合作迄个看的时阵，也就是伫礼拜日的时阵，主耶稣基督有缘是超。咱会通期待，甲咱会通想象的，咱所想的是人死就煞。但是你礼拜日的时阵，你注意啊，咱当这三个那三幕合作去看的时阵，你一届过一届，你看见耶稣基督，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所被显现，
真正是上帝的子，人是要失落的，是超过你我咱一般人的想象，也赢过人的期待。咱的主，咱的上帝，伊所采取的，是跌破我们的眼睛，但是思想欢喜，咱的主，咱的上帝，迄款的疼，到达一个的应，咱的主，每一位，底下咱有好的反省，咱嘛一届过一届的。咱的主所信的上帝，错的不提，唔，干定。两千年前，遐群众伫咧化河山河山呐，遐个，咱个人的心内底下有 echo， 底下有共鸣，伊嘛底下化工，在你河山呐，遐人咧化河山呐，无共款。但是你真实何山哪有讲主啊救啊，嘛有俄罗上帝的意思。你才在你的心内底下话何山哪何山哪，咱的每一天的何山哪的生活，当心来祈祷。